夜故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Family。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，26日先和媒体们相见欢。其中台湾出生的 Alan 表示很高兴回到故乡，不但自己讲中文，还钦点了中文讲最好的成员史他。世林就是他的中文，觉得讲得非常的好，他连我背不了的波波波都背了起来了。对啊，真的。波波波波的背那个波波波。之外，成员们也不断大秀自己会的中文，实在是太 Q 了。有，红的是什么？下次见。我想你了。晚安，姐姐，我爱你。漂亮，都漂亮吗？漂亮。不过因为语言差异，还是闹了个小插曲。저는하체운동빼고거의보통다하는것같습니다。是你的话，除了下体运动之外，其他的运动都做。我都下半身，对不起，下半身，我直接下体就变成下体了。Sorry。不知道成员们回后台后会不会问 Alan 是什么意思啊？